其实主要是因为1.14啦，有那个砂轮吧，可以把书磨掉，不然可能这些也是算蛮难，也不是很容易弄出来，就要等甘蔗。哎、欸，也不对啊，会有自动甘蔗机吼，好像也还好、欸。有啊，有快速枯萎啊，有，只是那颗木头在哪里啊？气死！插件吧，不够快哦，欸，很挑呢。之前是因为那个啦，作物生长加速才掉比较快啊，现在没有啊。干不是啊，那天开台就叫你们帮我查，你们也没帮我查，人都不在啊，而且都是我自己查的啊。会不会等一下开到睡着啊？我的天啊！担心了，人家开到一半睡着。欸，真的好慢哦，那个关掉之后变得好慢哦。那晚点我再来弄好了。哎咻。快嗨不起来了啦，眼皮好重哦，嗨不起来啦。
掉好慢哦！我来偷打一下储存。一百，咻！三，好，晚点再来装。准备去。准备换地方喽！有啊，就是应该是开到跨年吧。做很浪费的事情。超浪费。下去拿炭就好了说。哦呼呼呼呼。我点皮 OK 吗？应该滴眼药水就好了吧。就很像类似吃个 B 群一样。滴眼药水就能解决问题。过来，三四，不是也不是算快睡着，就只是眼皮怎么讲，酸酸重重的而已，没有到想睡觉、啊，应该是睡不着。然后降版本了，哎，你们先去帮我找那个 Forge 的那个掉落加快的就好了。我不想装模组，感觉有，哎，怎么那么多？我以前清这个都会先把东西全部存进去，存好之后确定没有，才就是身上不要有东西，不然不小心把弓丢了啊，什么丢了，我就哭死。OK， 降版本喽。在哪边啊？我那边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换1.14.4哦。哦，我原本就是1.14.4哎。哦。我们刚刚测一张地图不行啊。哦。AP 是一样吗？还是？对，但等我一下。好。那你们是要什么时候玩？玩啥？看小雨啊。啊，小雨呢？嗯，我都可以啊。然后呢？那休息一下，那10:30，可以啊。拿个点心。编辑。
取消。我先开台啊。啊，对，要开台。没关台啊。准备。好，那我开台。哎呦，我可以进来了。我忘记改金钥了。好。换了，换新的。哇，又是这个啊！不会又是这个啊？五个人就是要来啊！啊，跟你讲，我没玩过啊。对啊。我理解啊，等我一下下。没关系啊，慢慢来啊。好了，都确认一下。耶呵，呵呵。是这个吗？对，哎呦，看起来好可怕。嗯、小雨呢？啊？我在里面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啊哇！我一进去就没有回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要等一下，他卡一下。哇！八点啦！啊、八点啦！最后的八点啦！2009最后了。今天是边缘人同了。真的边缘人通了，五个人没关系，五个人刚刚好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五个人玩。对，这个繁星、泱泱跟 Jerry 都没有玩过，对吧？哎呀，对。所以小雨，哎、欸，你玩过啊？你666啊？所以小雨是要当道士吗？这地图呢，叫做恶作剧之鬼，好不好？它非常的简单，就是。我们有玩过类似鬼抓人的地图吗？对，那这个呢、嗯、就是有点类似鬼抓人，但是呢它反而是鬼来抓道士、嗯啊、会有一个人当道士，另外四个人是鬼，而道士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完成一些据点任务，如果全部完成他就可以一个人获胜，亦或者呢是他把四个鬼都给击倒杀死，那他也会获胜。对，哇、哦、可是这个游戏呢，那鬼哇特别特别的干扰道士，特别特别的厉害，所以你要说他是这个霸凌游戏也是可以，好不好？就是谁当道士，谁就要好好加油的意思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知道你们都来看看的，没关系。等一下小雨会为你们示范优秀的道士要怎么玩。被霸凌。小雨直接泪流满面，怎么又是我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被霸凌？不会。那我们来看看、哎、啊那个是小吓人的东西，是没事、啊。看哦，吸鬼在你，好可怕哦！哦，还有这个动作，困境哇，还可以双倍吸鬼耶！哈哈。没事，哇塞，有这个，哎、欸，我这完全新的、啊，怎么感觉好像都是对那个鬼越来越大的帮助？对啊，没事，倒是越来越可怜了、嗯，看起来好可怕、啊。小雨普通模式 OK 了啦，有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哎，为你们介绍，就刚刚有说嘛，道士要完成据点的任务。那我们几个人呢就是选鬼，鬼的能鬼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鬼有十种，有七种是在这里选，另外三种呢是你死掉复活有机会随机选择到的，好不好？那鬼基本上你就想了，它都大同小异啊，就是你空手的时候会是隐形的，那你拿上武器的时候它才会现形。嗯，对，那你也只有拿上武器的时候才可以打那个道士 ，OK。对，那不同的鬼其实差异就在于你武器的伤害高低，以及你有一些额外的可以整人的东西。哦，嗯，就是你其他的这种，就是比方说乐鬼，它就会有很多其他的符咒。那些符咒呢，你只要放在副手上面就可以直接使用，但都是一次性的。对，我觉得开始就不用想太多，就随便选一些就 OK 了。随便，开心心，没事没事、啊，开心选，看起来名字哪个喜欢就选他就对了。怒鬼的话就是伤害最高，哎、欸，伤害最高，但他的符咒就只有一个，对，红色符咒、哦。那个红色符咒都是最后快要死之前可以用，因为他呢就会让你十秒无敌，但接下来十秒过后你就是会永久发光。对，嗯，那。一般的鬼基本上都是只有一条命哦，你死了的话就没了。
但因为我们有开一个叫做这个鬼会复活，只要他占领据点，吸鬼再弹，嗯，我们的鬼就会随机复活一个人。哦 ，OK， 你们各自选哪一个？还在看。好，啊，慢慢看，我先那样。好，那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，研究一下。是没事，慢慢看。等下进去玩过一把就知道了。玩过一把就知道，非常的浅显易懂啊。好的。这个要选什么？有。你选什么？没算上。应该堕鬼吧，右键就好。对对。堕鬼。他就行。堕鬼就是你拿武器，你就会身上也会同时有一些护甲、装甲。就是被打比较不会那么痛。洋洋呢？看一看，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可怕、啊。因为我是鬼，当鬼的时候是开心。洋洋，你可以玩看这个啊，这个渡鬼。渡鬼的话是它有一个符咒，放在主手上，你就会呜呜飘上去。好，那我就选这个。对，可以飘飘的。反正都看不太懂。没关系，等一下玩了就知道，非常的浅显易懂啊。繁星回来，很简单啊。好了，鬼娘娘回来了。好，繁星是什么鬼？我繁星是崩鬼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这边可以看你的那个速度啊。崩鬼的话是特别，就是你手上拿武器，你不会有缓速。哼，因为所有的鬼其实都会有缓速的效果。哼，对，但你的话就是不会。哦、哎呦，那我不晓得要选什么哎。哦，你要选奇怪的鬼 啊,、哦、鬼啊！我的鬼妈妈，鬼妈又是鬼妈妈。哎呀，妈妈！来，第一场给小雨久一点时间好不好？给你十分钟。十分钟啊，对，这据点啊五个 ，OK， 刚刚好。五个吗？这么多吗？多两分钟多一个据点啊！哪里这么快呀、啊？哎呦，开场都先把你撞死！开场喽！手上不要拿武器，你就不会现实。拿手武器会是现实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要拿武器。哦，所以他也打了死我们。对对，他打了死我们，他打得很痛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有没有一些黑黑的地方，上面，这就是他要去完成的据点。然后我们要，所以我们不能让他去完成。那每个据点有一些不同的任务，你站上去或靠近才会知道。对，那鬼的话有跳跃提升。他没有，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利用这个来去打他。他现在是用那个抗击退。哎呦，坏，哎呦，掉下来了啦！小鸟有点爆麦。哦，今天麦怪怪的，太大声一点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不会偷打你啊。谁打我？我看到你了。乱打。好了，现在应该正常了。好。好。那个央人呢？我在这里啊，我在你后面。对，你也可以尝试看看，就是飞行符咒，飞行，是我要怎样拿着放副手，拿着，有没有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不要说一次性用完就没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他的那个符咒是可以飞的，可以补充，对，他是可以填充，我们其他的是一次性的。那我拿着符咒，哇，你好凶啊！我怎么飞起来了？我被打死了，符咒坏掉了，是不是？我刚飞起来，你刚飞起来。哇！繁星小心，他打得很痛。鬼基本上直接打了两三下，就可能可以干掉我们。哦，哇！这边要破坏250度，有点卡住。把他打下去，小心！哇，繁星好亮啊！掉星凋零玫瑰。那个洋洋，你可以飞上去啊，你就不用跑酷了。我刚刚飞不太起来，是不是我太胖了？嗯，没有，应该是你的没有那个没有时间，那个消耗完了。哦，他在填充就对了。对对对，还慢慢填充。要到100是不是？对，对，要把它填到100，他才会填满。原地填充。小雨没事啊，慢慢走啊，没事啊。啊，因为那个小雨，刚刚你不是飞起来吗？那是我死掉的诅咒。哦，诅咒。对，哎，诅咒你，你有什么诅咒？我不知道呀，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诅咒。我解不。那个秧歌没关系，先不要去理他，他打死我们他就赢了。这个点放推，我全部打死。所以我一定要一个留着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全灭他就赢了。你看他好坏哦，他好背的哦。这个要打好久。250度很快就过了，你看谁复活了？杰瑞。复活的话，他的鬼是随机的，所以你换了不同的鬼。
所以时间到就是自己复活，就对了。不是不是，他完成那个据点，我完成一个。对他完成五个据点，他现在来到第二个据点喽。这是啥？哇，这很简单，站在上面25秒，想办法把他打走。他手上拿那黄色就是抗击退，所以就打不走他。对啊，我现在听我们鬼会慢慢的回血。嗯，杨杨没关系，杨可以慢慢偷偷靠近。没有，我有靠近打他的时候再换武器。这个你小心哦，你快死了。知道。哇，他这抗击退那么久啊，你不是知道吗？是我飞，可恶。哎，好了。哎呀，他完成了繁星复活。快走哦！哇，他已经完成两个，没关系。等他去用那个任务的时候再揍他，他好多、哦、我的怎么都跑酷啊，我的天、啊、你好多跑酷啊小雨，我每次都超多跑酷的。哎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就是站在上面跳10次而已。哎，鬼快就快揍他吧，揍下去，他要跑了。喂，他要跑了，你们在哪里？他们找不到我，他们找不到我。赶快看啊。哦，洋洋小心，洋洋小心。我看到了。没事。他现在还在填充他的抗击退，他抗击退还没好。所以哇，这里怎么留得到 ？No， 我们有跳到提升2，不用跑他的那个地方，可以跑其他地方。